妹妹也要游滑梯，她一面爬上爬一面数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，老虎要还没打到小老鼠、松鼠，它在滑梯上脱了鞋子，留下滑梯，他滑到下面，大叫叫一声，哎呀！明明问他是他什么哪是，他说我把鞋子留在上面。妹妹说留滑梯我好怕，我们去坐跷跷板吧。他和明明一起去坐跷跷板，他们两人各坐在跷跷板的一刀边。丽丽说妹妹说我在东，你在西，跷跷板高，又低，我上来，你下去。跷跷板真有感，有趣。忽然，海天把岛过来，他说我来了，我也要坐跷跷板。他去走到明明
我到那边。那边。坐到明明后面去。两个人坐在一起，他指着妹妹说：“哈哈，你们看，妹妹下不来了。”妹妹很生气了，她说：“海天，你好坏。”老师说：“海天，你不可以去弄人。”海天，赶快下来。他说：“对不起，老师，对不起，妹妹。”